我以后还是少跟你合拍吧。始乱终弃，你们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别哭啊，你看还那么多原稿，那么多女明星等着我呢，我不能总拍你吧。哎呦，要不这样，我以后每个月最少拍你两期，节假日限时返场，这总行吧。服了你了。